what you did about me yesterday. Promised you'd never leave me alone. The castles that we... Hello， 要回家了，看看我
你看这两只公仔，都不知道怎么带回家。三只啊，什么两只啊？两个大的，然后一个，一个这个。它几个行李哦？等一下，你看这个背，那个背面，来让开。Oh my god！要回家了。你啊，你应该你很瘦了，刚抓到是你啊。哎妈，你有没有过重？没有超重，但是肚子超重。这里 ，Dennis the baby，Dennis the baby。超重的人82kg，你就买20而已。Hi，Hello。有冇超重啊？你哋冇啊？我哋仲轻过个 carry 啊！轻过一个超重嘅咩？你一个啦，唔系啊！我救咗你嘅轻 carry 啊！咩啊？怎么？怎么？一国是会嗨。不懂我多少？这个就难拍。现在去检查那个去检查的。旅行箱，看一下过不过关。哇，那我去我不去上学要怕死。你有放到吗？有，放到香音那边去了。嗨，香音，为什么这个脸？我都在检查。病，生病了。现在基本，看来是有基本。对。1、2、3、4。我的是1月30号，2013。什么1月30号？今天是1月3号，2013年星期三。好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到了这个桃园机场，我们现在就是要乘搭这个航空，D73多的回去吉隆坡，然后我们发现了我们的陈总陈俊达先生，他买了好多东西哦，就肩卡无所不在，他买了两件，他买了东西少，东西贵，那才是重点。他买东西少，可是买了好贵，他买了两瓶酒，一条烟，一条香烟，是让我们去买一瓶很出名的两个 Birkenstock， 赫本斯香水。我们现在要去追踪陈总。里面。还没找人吗？怎么样？你买香水啊，陈总？没有啊。陈总，你签卡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看陈总买香水啊。陈总，你好，陈总。你们配牌子啊？你看一下，多少钱啊？200多。怕了？没有怕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往Waiting hall。Waiting hall， departing hall。啦，吉隆坡见。给你我的手，像温柔野兽，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像做